吃货小坚果名场面。Round one， 可以请我吃汉堡吗？胆小姑说好的今天要请我吃大餐，为什么还不来呢？那里不是有苹果吗？我吃苹果就可以了。Round two。Round three。那你先等我去买两个汉堡。你请我吃汉堡，我陪你玩游戏。你不请我吃汉堡，我就死给你看。Later。我在河边钓到了两条大鱼，晚上可以一饱口福了。我请他吃我亲手做的蔬菜沙拉。谁败了？我只是饿了，没有体力了而已。因为我好饿哦。哇，吃饭了。